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奥特曼兄弟和黑衣人吧。哇，今天呢，这些奥特曼兄弟在村庄里聚会啊，分别是泰罗、雷杰多、赛文、赛罗、迪迦和杰斯提斯。哎，这群黑衣人拿着武器要过来干什么呢？你看，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 AK-47，对不对？哇，不会是过来找这些奥特曼兄弟的麻烦吧？你看这些奥特曼呢，也是坐着不害怕这个黑衣人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也拿出这个武器来。哦呦，你看这个黑衣人呢，已经向哎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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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你看这个黑衣人已经向我发起进攻了，看啊，这么厉害的！哎，走走走走，我们现在拿着枪继续出去啊！来，后面来，赶紧把它给消灭掉吧！这里还有一个，没有了吧？但是哎呦，这个黑衣人真是狡猾，他竟然躲在这个山洞门口啊，对吧？我们继续出来，好，终于是把他们消灭完了啊。你看这个迪迦呢，也是受了很严重的伤，对不对？躺在地上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我是。